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明天我们几年级学生又要组织模拟考试了。这次不是在餐厅考试了，这次要在各自班级里面考。我先来下去看看。刚才有同事跟我说，我们班学生现在都在搬书。因为我班学生说的是说晚饭之后赶快进班嘛，因为晚自习是我的，我跟他们说的是下午晚自习之后再搬书。那打过上课铃了还不是跟你们说的下午晚自习再搬吗？把课本都搬过去了，你管着你，你看啥呀？都搬在这个教室里面。两个班的都在这儿是吧？赶快搬货之后，赶快回班吧。光班一不是，光班一不我不拿。快点，快点，搬货之后回班。快点啊，你搬好了就赶快回班，别在这儿溜达了。